Hello， 我们是 Future App Second。那首先感谢纽约台北文化中心的邀请。那认真说，其实有关这次奖项，我们其实没有想过真的可以拿到最佳金属单曲这个奖。那尤其是从这么多的国家的音乐人的作品里面，我们可以获得评审的青睐，非常感谢。从以前到现在 ，Future App Second 粉丝的支持，我们也会从今以后开始继续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，继续的创作，然后带给台湾的朋友一些能量。这样，那我们以身为台湾人骄傲。那也希望之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把我们的音乐推广给国际。这样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